烟里面都装包了，哎，烟里面都装包了，哎，哥，快要开枪了，鸡掰 ！OK OK， 不开，小心小白屋。OK OK， 好吧，跳起来喷我头，这么狠的吗？算了 ，OK 吧，我这个掩护打的牛逼吧。有，可以可以可以。接下来是因为这个惨剧，我是不是血给你们惊吓了？狂风群，拉着他 AWM 放下了一个 B 点，怎么办？探头看一下，按包了，听了脚步，但是已经按包了。老冷，他不知道，但是已经按包了。好，只选择回去，但是他预防了一波子弹，同时哦，假装留一个很走的脚步，然后又留一个回来。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同时，标注没漏。哎，你是鸡啊？妈的，人在下面呢。看到人了，再看 B 一眼，怎么办？漏了，屌你妈的，一枪打死，牛逼！牛逼！你这转播，哎哎，刚刚就看到人头了。我刚刚就看到他在 B 那边的啊。对啊，他刚刚就下楼梯啊。结果他只是刚下楼梯哦，靠腰，我以为他。我把他没有，他打完你马上就下楼了。不是不是，我说我去抓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我打 B 五啊。好，你先。抱歉。拿来！哎呀，有什么说抱歉的？没有必要说抱歉，这世界上没有人值得你说抱歉。行，你就去你妈！OK OK， 要枪就不要说啊！你好，能给我一把枪？就屌你妈的发把狙！还有你看什么？屌你妈的发把狙！你快点！我操，兄弟，你真的牛逼啊！走啊！要教他做人的态度是吗，兄弟？你在教我做事啊？干你娘的！干你！好像没那个味道，老哥。干你娘！我的滑鼠卡住了，刚刚没有转过来，他残血。那是怎么样的味道？底下也是残血。你娘嘞！对嘛？OK， 学会了。我就跟你讲，就跟你讲有人呢。啊！完蛋了啦！先不要逼逼啊，白痴哦！我他妈的在听声音，你他妈在这边干你娘来干你娘去！完蛋了！对，这把是你。哎呦！三楼，哇！是啊。妈了个臭逼！他妈的枪管跑出来了。很小，但最好每次打我都爆头了。喂，啊，后面的嘞，操你妈的嘞！在哪里？上来一个。不跟着啊？啊，张家豪。啊。开心的吧？我没被扫了吧？没被扫到啊。来，有伞吗？你打伞，我冲进去。哎呀！走！操！能中吗？走！以为包嘞，捡到了。你捡到了，你身上大哥，你身上。喊你娘，没事，帮你挡枪了。哇操！点这样点我头。他妈的个逼！你就不。他刚刚那样点到我的头，哎，哇操！你们点输我他妈的，我就直接退游戏。哎，拉重来了，是我一边不会乱。哎，干净，哎，干净，哎，干净。干林老师。车子下面。老六。靠背哦。哎，干净！我跳下去了，妈的，直接跑出来。赶紧连接。
白射到没死啊！给他死，给他死，连结，连结，连结。对啦！牛逼！打他，打他，一堆人，一来了。哎，看喷子，喷子，有喷子，有喷子，天安门。哦，靠北哦！喷到底啊！你他妈停枪！注意啊！嘿，中间还一只，那没子弹了。所以在点内。他丢了标枪，在外面。啊，人质嘞？不对啊，我们不是要救人质吗？人质在哪？哈哈哈哈哈！救人质救到人家把人家杀光了啦，人杀光就救了，就救好了。赶快去救人，直接去救人，直接去救人，不要去屌他，快点，直接去救人。错边的下雨，右左转左转，哎哎哎！哎、欸，不要不要不要，简单的枪，拿 AUG AUG 比较贵。走开啦！人质是这样抬走，人质不是跟着走。人家是用抬的，跟阿六不一样啊。阿六是抬的，阿六是走吧。干鸡掰啦！快点。把人送出去。屁啦！阿六不是叫着人质跟着走吗？没有啦。是吗？没有。阿六是那个用左手抓着他，抓着他被绑起来两只手，然后一只手拿手枪。对啊。然后 CS 跟着走是什么地那个游戏？跟着走是 CSO 吗 ？O 哦。啊啊！对对。哎，太像了，太像了！连闪呢、啊？连闪要拿好哦，感觉他们会很凶哦，那个冰封。屁呢、欸？电枪啦，靠北，电枪，电枪。你怎么跟我想一样？靠北。不要电到队友。这边这边可以站两只。人质那边，我们一人一边。人质在哪里啊？哦，在。哎，你有没有买电枪啊？那个章鱼，我不就拿在手上了。哦，不知道，因为我看你头上是那个手枪。来了来了来了，一二三出来啊！一、二、三出来，电！电了没啦，靠杯哦、喔！电了啦，没电到啦！雷包吗？害林北死掉，去你他妈的！也没电到，被你搞到了，章鱼！我要再电一次他。雷包，我要再……我还跟你说一二三出来，然后你他妈出来还没电到，你自己也没电到啊！我他妈电十一只了啦，靠杯哦、喔！他没电到，等他们进来啊！没有人冲他们脸上啊！小门啊，不要架那里。那把是什么 ？PP。哦、oh! ，我真牛逼。不懂那个他们怎么了？怎么标这里是什么意思？不懂他们通风上去。哎呀，鱼缸大狙！哎，鱼缸大狙！我等很久了。狙嘞！狙嘞！右边，右边，右边！左边小门，
啊，兄弟，在哪里呀、啊？他在看熊爸爸。在哪里、啊？啊、哦，共享大狙，对不对？我等好久呢。好，换你玩，换你玩，换你玩。我的心扑通扑通的狂跳啊！我完全没想到我吹风机可以把那个吹掉、欸，哎。吓死我了！鱼门，下鱼门，干你！拜拜。看一下啊！不要啦，麦安内啊，六滴血啦，操！黑房间。The fuck。黑房间是哪里？哦，那个、啊、小白屋、啊。啊你他妈的反恐怎么在拿 AK 啊我怎么恐怖在拿 M4 哎呦就是别人家最好用那啊I'm alive 他怎么有人射 3D I'm alive我以为我要死了欸解锁他的排位了哦干这个意思他妈贴着我干火直接丢到我面前爆掉中欸好吧可以我被淹了那个刚好哎呦中路打闪 A2 哦，是啊，都怎样？不客气。哦。哎！哈哈哈我刚看着豪哥在看地上的枪，然后他突然，这你妈又抢枪了！豪哥，我道歉，豪哥，我道歉。你给我枪吗？哎、欸，我没有来给我加 ，OK。我刚买可以给你的，给你啊。不用给你，把豪哥杀死了。豪哥，对不起，豪哥，我对不起你。豪哥，我是狗。豪哥，我的。豪哥直接翻一圈嘞。我看，我打的有点大力啊，抱歉。小钟，小钟。天桥，天桥。下一回我强奸他了、啊，哎、欸，看我没买起来、啊，你是偷假假？哎、欸，靠背啊！干你娘！二楼会走阳台那边，走阳台那边出去了。你阿公嘞？啊，有人49瓶，有人不一样，要搞特殊。把管拔掉了，不要顶我！妈了个逼！关我屁事！我他妈要丢我！你要，我们要往左，你要往右。我感觉我这把枪很乱哎、欸，还没开我就觉得很乱。开始，补掉了，补掉了。逼一下靠腰哦、喔，逼人去补。打一只二楼，我从 B 小庄。你比我跳得很快吗？郑东一大木、欸、他叫连什么城什么的。车子吗？我刚打的那个是他的本名。那个是挂机的，就是他一枪三。不要。
哪里？刚是不是听到没？叫你开枪。商店炸到。哎、欸、屁呀、啊！跳出去。妈的！吴总不要乱讲话啦，靠北哦、喔，吓死我了！看你俩一枪三，你他妈的乱来！我这不就乱讲话？这不就 hold 住全场？干，现在我炸到他，用上面那只夜鹰。哎、欸，他们家靠北啊，他哪一个？他家，吴总，他家剩他家而已。好啦，快点，快点，快点！他只有一个，直接上了、啊。哎、欸，雷，你在雷，吴总。你不认真，他妈的，他一发头什么？我不认真，你没有给他一发头啊？我不知道。你打输那个152、1572的，你连1572都不如啊！对不起，要振作啊！1572蛮有料的，1572。哎，你那个 ADR 你1900，Ash。拿这么多话 ，ADR 领的都很大声哎、欸，我发现伤害越低叫的越会狗叫、欸，对呀、啊，越下面的越会叫啊，真的。你说你打个50、100就算了，他妈我看你是你的 BP 是啥呢 ？OK， 左下角，牛逼，豪哥牛逼，哇、wow ，有 AK 可以捡，牛逼牛逼，人家剁下去，哎、欸，你也可以捡走了，豪哥 ，AK 在我身上，别帮我起 ，OK 啊。波及，谢谢谢谢，人家一千四，那好啦好啦，我这不就给了，靠腰我，妈的，不要凶，不要这么凶嘛，不用 ，A 小心哦，对，哦我操，爆头，哎呦我操，厉害，他们家，这么牛逼吗？哎还有一个，稍微不是这个。哦呦，是那个 VIP。哎、欸，哦，这么牛逼，46滴血，让我看看。哎呀，靠腰哦，拉弹被他听到、啊。我的问题，我的问题，他妈的呢 ？OK 了，我的狙击可是等等会打出500伤害的。中区还是 AE 来，你们喊个位置，赶快。OK。500伤害的大狙，准备看好。啊哟，靠腰！哎、欸、哎、欸，可以来捡狙喽。他妈的，轻狙狗贼！左边啦！他妈的，你是植物人啊！靠北哦，那刚刚他妈明明就在右边有声音，还是那是队友？那嘎嘎嘎是傻小啦！我打到进去一枪，你要跟我说什么？哦，靠北，那是你的左轮哦。对 ，VIP 有一把大狙，看你有没有办法保一把。有的话，我下一把再给你看500伤害大狙。信我，下次一定。人家不相信。OK。那就是你们不愿意赌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刚是那个哦，豪哥卡我，不然我一定狙烂他。你要确定哦？你讲导播 BC 啊？对你讲出这种话的话，你要想一下，我有录影哦。我他妈看你表演，你直接被biang一下。哎呦！我还以为他会成功杀到你。好，认真的，认真的。不嬉皮笑脸了，穷成这样说，认真杀腿啊！要一口一把吗？不要。哦，可以啊、哦。然后你把大狙哦。放我去。好啦，那我们大家中路排队吧。我们是要上分的、欸，不是来坐牢的、欸。那是你啊。我牌是开的啊。
老师，你他妈很鸡巴哎！走开啦！干！他妈怎么打？他妈的，中路有人哦！我以为你们有人在看中路，就他。没有，中路淹起来了。那个中路那个椅子要跳上去。哎哎，有人在玩那个汽油弹，我看到了。打手枪啊！为什么可以这样？你按 F 之后再按 R， 然后你就一直来回按。按R 可以干嘛？就是它会重置啊，然后你就按你 Z。哦哦哦！你们都喜欢些有的没的。他喜欢就这样摸哎、欸。妈都是死大陆人教的、啊，笑死！他们抖音一大堆啊！我丢跳台 ，OK， 跳台，庄哥，干绕赛，补一，庄哥烟绕赛，那你要第一个出来，还是补了跳台烟补？还不是？我看我他妈几枪才打死他，下包。哎、欸，好嘞，靠背包不在我身上。哎、欸，好包在你身上。我你那个底加，底加那个是新军。啊！哎、欸、嘿，打到！连杰，连杰走。妈，你干脆偷打我！都马，发个屁！妈，刚才你偷打我，干！没有。操你妈的！我这边偷人。哎、欸、妈的！我救了你一条狗命，你他妈还在那边哔哔哔，你他妈早该死了。你那个是那个吗？超跑情人梦吗？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大灯忘了开，不装包吗？我居然没进点要怎么装？我下飞，我就站在包上面，他猜得到我，随便他。我丢点，我丢伞，你看，好呀。我丢伞，你看，我再丢一颗，再丢一颗。OK， 把它保护起来。快走！我踩着包。靠北，这个这个伞就杀小了。因为他站在我旁边。啊！我操！有了，我们的上分方程式出来了哦。站在包上面吗？没错。